每做一件事情，老是说为了这好，为了那好。我觉得那些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。当你有了权势与力量，要更小心的使用，去帮助更多的人。如果你蒙蔽了自己的心，得意忘形的话，最后一定会后悔的。人苦短呐，有机会就让自己好过一些，干嘛要对不起自己呢？最可怜的就是自欺欺人的人，最笨的就是那些让自己受苦的人。宁可欺负人，不可被人欺呀。没有绝对的把握，不要轻易地相信陌生人。做事情要想得透彻一些，光听人嘴上说可是风险很大的。别把自己当圣人，说些表里不一的谎言。你长得帅，跟别人眨眨眼。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真的可以发挥无法估计的能量。我们经过的这一切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。大家准备好，一二三。